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今天我和拜西还有 AA 又来风骚湾了，我们想来找一找啊，找个会中文的助理啊，来这边看一下。我们来这个旅馆这里是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们是来这个老朋友这里开一下箱，我先去拿回来自己的快递。我借人家的场地来开一下箱。没有刀子啊，我把自己的钥匙，要拜西给我开一下箱。哦，这是手机支架。我上次买了几个平板支架。那个太宽了，有点占地方，于是换了手机支架。我其实另外还买了一些东西还没到，买了电风扇啊、电饭煲啊、热水壶给小美家，但是还没这么快。这是我买的手机支架，买了三个。这个手机支架还可以啊，20块一个，也是品牌的。对了，这是另外一个包裹。这个巴西啊，今天戴个帽子。没有刀子啊，拆起来不方便。这是我的无线，监听蓝牙耳机到了，1-3的。因为每次直播只有一个耳机不方便，他们妹子听不到。有时候就是他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就听不到别人说话。所以我买了这个1-3的无线蓝牙耳机，已经等了有10来天了，现在终于到了。昨天快递的老板发信息给我，要我过来拿。他的指甲太长了，干活不方便。冷了呢，冷了呢。好冷。我要它取出来试一下，感觉一下。这个1-3的，是一共是900多块钱人民币买的。我要拜西试一下这个无线监听耳机，他不知道怎么用的。我刚才告诉他，我说是挂脖子上的。这个，他现在兄弟的戴上了，不知道如果戴着跳舞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啊？塞在那垫带吧，不，垫下来。好了，这个无线监听耳机拿到了，希望我们直播能有一个好的使用体验。现在拜西把它收起来。那我们就接着去找会中文的助理了，去了解一下。这个拜西建议我们去问一下麦上面呀，看看有没有熟悉的这个人啊，认识的人，会中文的。我那边没电话。他要我买点东西给麦上面家。那是没电话。靠拢了，那是。这个店位置非常好吧？
旁边是一所小学，这个很多学生来消费买零食。快呀，快不进了那个的，快进啊那个的。我看到这个橡皮筋卖哦，我要买一点回去给那个小美的哥哥，他那个快断掉了。买个，等你啊，能开两台，等你。剩三盘。嗯，库能三盘啊？不，剩两三盘。啊，能三盘啊？嗯。哦 ，OK OK， 我护安噻。哇！来呀、啊！不来不来，我三个来了。我三呀，嗯嗯嗯 ，OK。嗯 ，OK OK， 这个有，买点这个就是，那你开开边通吧，边通弄它的，边通，边通，好，行，嗯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聪明豆啊，这个豆子好像味道不错，嗯 ，OK OK。อาจารย์ครูเราซื้อน่ะเอาตัวนี้ใครมาแข่ง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ยิงหัวนี่ดิดหูออฟขาวันนี้มาได้ยินดงเสียมาดูกันมาทำไหม哎，这个马三妹她在家里、啊。是吧？那个啥，那谁啊？马三妹还是搬个凳子、啊、给他们客人坐。我们还是坐外面，光线好一点。大妈，我不得浪那。不得浪那。我看一下妈他们家里吃的什么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米粮啊，米粑啊。哎呀，还有鱼吃，生活还不错。饭还是满的。巴西啊，巴尼兔奶面吗？巴尼兔，巴尼米。我听说这个粉沙湾周边的村子都是有钱的村子，但是这个村子地外，因为太多的那种，这个也是巴西告诉我的。我像你，我像。我像你。你想你想谁？我想你。你想谁？我想你。你想谁？我想你。多。哎，我哪来了？哦。面，我想你。想。想。想可爱我叫呢。想。我叫。哎，面我笑你。我笑你。对，我笑你。我想你面。哎，我想你，我笑你。我笑，我笑你呢。妹。哎，我笑你。你笑我，你笑我什么？嗯，蛋。他说我，他说我笑我刚才坐凳子发音不准。那。嗯。笑啊！白了，白了。啊，白啊。哎，弄的那个袋了，哪里？刚刚啊，哎，鸟袋。可以让那个。哇，马上妹放了套衣服出来，我们都笑了。他穿这套衣服还是那个看起来比较干练。哼，他们两个真是好闺蜜。啊，
我无意中知道了一个惊天秘密啊！上次在妈子们家里的那个男孩子，也是 AA 的前男朋友啊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巧合啊！那个男孩子在卖手机，帮别人打工的。其实跟 AA 和拜西认识好多年了。那个男孩子是陇海县的，跟麦上麦的老家是一个县的。拜好吧，拜帕拉百金靠吧。啊，爹娘。哎呀，说好了，马金靠噻，快亮。这也先分高价吧。说好了，北京靠吧。其实拜西和 A 他们都有那个男孩子的联系方式，他给我看了。拜吧。你不拜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什么？我笑分高 A， 分高阿妹，分高妈菜妹。那好吧，他分高价。他拜不了。拜西米，拜西米不？嗯。不明呀，这么晚你挺富的嘞。车上快不了吗？车上不都拿不到马呀？阿妹咪，分高啊，分高价。他分高价，马金靠了。不。马金靠了，你分松宽铺的分，阿分铺的啊？对吧？面面不面面？没干多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把这个挖开过来嘞！也不熬了，也不熬分糕了。也熬了。阿妹嘞，熬了嘛，真好个得了。阿妹呀，那不得不熬了。不是米。不是米，不是。我快忘油呢。哎。算了，把那金好没。快点，快点。金好不是？嗯。分糕嘛，金好不是？分糕。现在我们和拜西还有妈菜妹先来市场。他们现在来到这个市场的三楼了，这个好的店铺没有营业，应该空置率比较高啊。拜西他要来这里做苗服，他已经有了一套苗服，但是可能苗族新年比较久啊。他应该是想多做一套。哎，怎么走了？这里好多缝纫机。这边也有五六台缝纫机，应该是很多学徒在这里吧。怎么走了？哎，边点呢？他可能是找那个他在网上联系过熟悉的那一家店。这个鞋店老板娘，她说她认识一个会中文的妹子，带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留个电话号码。拜西要来看化妆品了。这里有个美女也在看化妆品啊。因为这个鞋店老板娘带我们去认识一个会中文的老板娘，但是她出去吃饭了，我们等了她一阵子没有等到，就留下了电话号码。然后我们也去店里面吃饭了。这个店我和麦师妹还有小麦师妹也来吃过一次。拜西他是喜欢吃虾的，他看到有虾吃就说要到这个店里来。我的本意今天是想过来找一个会中文的助理，要去大学旁边找。
当时弄了半天，拜西都没有打听到分沙湾到底有没有大学，然后大学在哪里，然后麦斯妹也没有打听到，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再后来的话，那个鞋店老板娘介绍的人他回信息了，他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但是他说男的是有，但是女的是有一个，但是结婚了也是不方便。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出来又是没有结果，然后拜西发信息给他，让他另外留意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女的可以做助理工作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